城市，人们聚集在这里生活、成长，为了实现梦想而努力打拼。而城市自身的发展，也带来了方方面面的问题。尤其是近年来，交通问题突出，成为城市发展的顽疾。随之带来的大气、环境、噪音问题，无时无刻都在提醒着我们，亟待做出改变。我们，比亚迪人，正在为之努力，将我们的梦想和抱负努力实现，成功研发出一系列创新型的交通工具。云轨是比亚迪旗下轨道交通子品牌，通过单根轨道来支撑稳定和导向。云轨由比亚迪组建，以1000多人的研发团队，历时5年，累计投入50亿元，成功打造而成。比亚迪云轨适用于中小运力的轨道交通，综合优势非常突出，爬坡能力强，转弯半径小，具有极强的地形适应能力，采用橡胶轮胎及空气弹簧，因此车体震动小，噪音低，可从城市建筑群中穿过，桥梁通透，独立路权，景观性好，能很好适应城市生态环境，编组灵活，单向运能为1至3万人每小时，最高时速高达80千米，造价仅为地铁的1/5，建设周期为1至2年，仅为地铁的1/3。比亚迪云轨应用前景广阔，可广泛用于中小城市的骨干线和大中城市的加密线、商务区、游览区等线路，为人们的生活出行提供更多便利。云轨采用了多项全球领先的科技成果，能够带给乘客更舒适的乘坐体验。搭载比亚迪自主研发的永磁直驱同步电机，具有体积小、重量轻、扭矩大、精度高、运行声音小以及便于维护等特点。采用特有的轻型铝制车身，轻量化效果显著，扭转刚度强，使用寿命长。转向架采用单轴设计，具有曲线通过能力强、转弯半径小、轮胎磨损小、能耗低等特点。通过采用转向架与车体内嵌配合的设计及调节2级悬挂系统，使得乘坐空间更大，行驶更稳定。采用全球领先的裂空技术，真正的实现了无人驾驶。此外，云轨应用比亚迪全球首创的列车能量回馈系统，可在制动时实现能量回收，降低能耗，并且可以确保在出现紧急断电情况时，依靠自身储存的电能安全行驶至站点。未来，比亚迪云轨将助力城市解决交通拥堵问题，打造立体化交通网络，为人们提供创新、高效、安全、智能的出行选择。目前，我们的云轨列车已经在多个城市通车运营，一款创新型的交通工具正在被诸多客户所认知接受，在业界引起了广泛反响，获得了一致赞誉。城市承载着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青春，我们的希望，以及未知的旅程。城有界，心无限，交通引领城市。